我一见你就笑，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，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。各位，生活就像一面镜子，你哭泣的时候生活也在哭，你微笑的时候生活也在笑。2020年新冠肺炎的肆虐让全球人民都必须戴上口罩，让翘起嘴角这个简单的动作都变得有些困难。然而在5月8日的世界微笑日，人们不忘微笑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我。微笑是一个无国界的表情，是世界共同的语言。那一天，俄罗斯的学生以微笑展示自己的绘画作品。那一天，中国民警为旅客在口罩上贴上可爱的笑脸贴纸。疫情期间，一个微笑让世间的每个角落充满了温暖，让前线人员感受到人民对他们的答谢。微笑是心灵上无心的问好，是淡雅有爱的花苞，它是沉静的美，它是文明的桥。是的，各位，这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，更是让世界人民团结作战的机会。且让我们一起以微笑战胜疫情吧，谢谢。